疫情之后是否仍然需要健康码？这两天不少人应该看到了这样一份调查，调查结论显示，超90%受访者希望健康码在后疫情时代发挥更重要的作用，尤其是在卫生健康、城市治理、交通出行和文旅娱乐领域。但这份调查的结论和人们的实际反应却截然不同，连胡锡进也忍不住发表示对调查的科学和准确性表示怀疑。首先要澄清一下，确实有过一份这样的调查，但它不是最新的，而是2020年7月左右公开发布的，这次只不过是被重新翻出来了而已。在这篇题为超90%受访者希望健康码在后疫情时代发挥更重要作用的调查文章中，作者称通过有效问卷5928份的一项调查得到结论，超90%受访者希望健康码在后疫情时代发挥更重要的作用，公众对健康码的认可度高达 8.49 分等，但也提到健康码引发公众对数据安全、算法决策可靠性和健康码信息过度使用的担忧。健康码在使用中存在基础信息填报缺乏真实性、健康码互认范围有限、层层加码、新形式主义等问题。目前文章已经被删除，我们来看调查的核心内容。超90%受访者申领了健康码，对健康码的使用感受整体较好。公众对健康码的认可度高达 8.49 分，在出行和就医时发挥重要作用，在保障复产复工和推进疫情防控方面意义重大。健康码快速推出有赖于大数据、云计算等技术的成熟、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、互联网服务商的快速响应和公众的信任与支持。健康码在使用中存在基础信息填报缺乏真实性、健康码互认范围有限、层层加码、新形式主义等问题。健康码引发公众对数据安全、算法决策可靠性和健康码信息过度使用的担忧。问世以来，健康码实现了互联互通、精准治理，但针对非触网人群如何优化值得思考。超90%受访者希望健康码在卫生健康、城市治理、交通出行和文旅娱乐领域发挥更重要的作用。后疫情时代健康码拓展升级是大势所趋，需要宏观层面、技术层面、制度层面共同发力，对接更多资源，发挥更大作用。真正值得讨论的地方是，同样一份调查，为何在两年后激起了更强烈的舆论反应？为何被很多网友嗤之以鼻？这两年来，健康码作为一种数字化的防疫工具，在几乎全覆盖的同时，不断升级，成为强烈民众日常生活、出行的一个标配，进出场所、查验核酸、出差旅行等等，大量的场景都得用上。在疫情防控方面，健康码无疑起到了极大的作用，但也必须承认，它是特殊时期的一种特殊管理工具。就像新冠肺炎一样，是乙类传染病，但参照甲类进行特殊管理。两年前展开调查时，国内疫情一度得到了良好的控制，对健康码预期向好，本质上是因为对发展预期向好。随着病毒变异，疫情出现反弹，尤其是很多城市经历了静默甚至封城，长时间的封控下，人们心态出现变化很正常。以前希望它继续发挥作用，现在希望它快点退出历史舞台。大家对健康码的态度出现了转变，其实也是担心疫情一直无法结束，担心生活迟迟无法回归常态。毕竟健康码的存在是建立在民众牺牲配合的基础上的，是强内民众让渡了大量的权利和隐私的产物。比如记录行程信息，在非必要的日常状态下，它根本就不应该也不会存在。在评价健康码时，有网友说它是牺牲隐私成就的，是出于防疫大局大体的共识，这份善良绝不应该被进一步蚕食。在某种意义上，健康码已经成了当下疫情的一个代表性符号。技术本身是中立中性的，对健康码的疲态情绪当然不是针对健康码和它代表的数字技术本身，而是不希望牺牲隐私，让渡自由，在未来成为一种常态。尤其在疫情期间，不乏健康码被扭曲使用的情形，一些地方在防疫上层层加码，动辄一刀切，更有甚者打着防疫的旗号，利用健康码的便利作恶，比如某地黄码事件，扩大健康码的适用范围，侵犯民众的合法权利，类似的极端案例让健康码偏离了本来的轨道和初衷，也让人们对健康码的使用会更加警惕。其实抛开这种舆论心态的变化不谈，超90%受访者希望健康码在后疫情时代发挥更重要的作用，两年前的呼声落地为一种现实，也缺少足够的必要性。比如调查说，人们希望健康码在卫生健康、城市治理、
交通出行和文旅娱乐领域继续发挥作用，但其实这些领域已经有数字化的管理工具了，根本无需叠床架屋再来一套系统。而且健康码表面上只是一个简单的外挂，但它背后是一个庞大的系统，而系统的运营和管理，从信息的核验到数据的存储，都需要巨大的成本。疫情没有了还继续运营，还会带来沉重的负担。健康码就该跟一些临时性的方舱一样，完成历史使命后慢慢退出历史舞台。当然一些技术层面的积累和经验确实可以运用到其他各个领域去，为数字化管理提供效率。总之一份两年前的调查能在今天重新搅动舆情，这本身就值得深思。人们对这份调查结论的担忧，说白了是对通过健康码等工具把社会一直严管起来的担忧，这无一不利于社会活力的恢复。下面我们来看网友的看法和评论。有网友留言，厉害国的屁民普遍有斯德哥尔摩综合症，生理上的问题好解决，如果是人精神上的问题就无解。鲁迅一百年前就指出了中国人的病是精神上的，非生理可解决。继续绿码加封城吧，越封越有优越感。另一位网友评论道，坚决支持保留健康码，建议皮下植入。还有网友说，就怕以后回国也得搞一个，希望外国籍有免死金牌。有网友留言，坚决支持病毒清零，封城封户政策一百年不动摇。另一位网友评论道，没有健康码，每个人的默认值都是健康，除非查出有病。有了健康码，默认值就是有病，除非证明是健康。如果所有人的默认值都是有病，那只能说明整个社会都是有病。还有网友说，健康码不代表健康，代表的是通行权利，各地不通用的。海南的权利在四川用不了，上海的权利在北京用不了，韭菜的好日子早着呢。有网友留言，好容易建立起来的庞大系统废了可惜，可以改成维稳码，凡是政府不待见的人士一律赋予红码，这样就再也没有上访人员了。另外不够死罪的都给红码就地改造，只保留几个监狱关押死刑犯，省下来的经费保障了可持续性，红色江山万年长。另一位网友评论道，是的，用时间长了停下来不用反而不习惯了。还有网友说，以后抓人方便了。有网友留言，中国根本不允许什么民间调查，所谓调查结果当然适当说啥就是啥。另一位网友评论道，继续清零，继续用码，14亿人都关在一个数码监狱里，说你黄就黄，说你红就红。还有网友说，这个民意调查和普京的加入俄国公投采用了相同的方法。有网友留言，绿码很管用，就像紧箍咒，健康又维稳，不用白不用。关于这个就聊到这里，谢谢大家观看，请记得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再见。